为着要庆祝旧历的六月十五第三成功爷的圣诞，第三镇的灵德庙特别举办2017迎成功宗教文化节，连续半个月庆祝活动，对六月七到一个十五号，来自全台各地宗庙代表以及馆长李明前等民意代表，嘛联合向成功爷来接受，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金线华丽烟，农历六月十五号是新丰爷圣诞庆祝的日子。馆长林明进是带着县政府民政处主管亲身参加林德庙新丰爷祝寿大典，嘛祈求新丰爷保庇，南投县全年拢会当平安顺遂。新丰爷讲的庆诞庆祝啊，啊相信咱新丰叫新丰爷讲啊，会保庇吼，所有在座的善男信女吼。大家今年啊，啊这个家庭平安、事业顺遂吼，啊拢会大丰收啊！啊，在这个资讯文化、资讯的时代，咱迎上红活动，就是讲要来利用迎上红宗教文化活动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甲来造就这个宗教教化，来凸显咱这个。善良这个风气，除了全台各地圣丰爷庙代表，不少民众嘛纷纷前来向灵德庙圣丰爷祝寿。推出馆长林明进嘛表示，灵德庙是地方的信仰中心，对着周边的道路交通，县政府嘛将会全力进行改善，让道路更加好行佮安全。馆长嘛伫遮甲咱圣丰爷讲来承诺吼，伫个任期内，啊一定会来上咱德山镇这个七号道路吼，啊来甲开通吼，啊予咱全镇遮个市区的镇民有一条搁较好的这个交通。我特别过去吼，这个营建署啊争取啊将近要5000万的经费吼，啊头前这条路都要来甲开辟，啊予咱静下讲以后咧路啊开好。出入都皆真正方便吼。第三殿灵德庙伫地方已经有180几年的历史，每年只要来到圣丰爷圣诞千秋日子，庙方拢会安排一连串的庆祝活动，乡亲不妨会当前来祈福打老日。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